我想跟各位说，端午节虽然是家人团聚的大节日，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要拜托大家，爱家乡就留在原地，爱家人也请不要移动。端午节明年还有，如果因为跨区移动而造成疫情的大爆发，家乡和家人都会陷入险境，因此留在原地不要移动，就是我今年端午节对国人同胞最重要的请托。